祷告，感谢主啊！我先做个敬拜。向我主唱哈利路亚，向我主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向我主唱哈利路亚。主耶稣配他大赞美，主耶稣配他大赞美，他配他赞美，他配他赞美，主耶稣配他大赞美，向我主唱哈利路亚，向我主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向我主唱哈利路亚，主耶稣配他大赞美，主耶稣配他大赞美，他配他赞美，他配他赞美，主耶稣配他大赞美，阿门。伊玛内利，伊玛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你同在，神与我同在，神同在，神同在，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伊玛内利，伊玛内利，伊玛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你同在，神与我同在，神同在，神同在，伊玛内利，阿门。奉耶稣名祷告，西马山罗古的巴爱心，爱心，西马山卡的宝格的爱心，新西马山，啊，神说随着我来进神，阿伯的信新西马山，马克神的画像两人另一家一样，啊，抛开，劈开，啊，劈对，阿伯信，新西马山有新力量，啊，觉得。里面的一定要显露出来。阿伯坦信信神说的话是光，阿伯坦话我的话是有能力的。阿伯坦信信心拉萨拉开了口，阿信拉萨对你的生命会有震荡。阿伯坦耐心安心信心拉萨，信心拉萨那过的把身的黑暗在里面存留不住。阿伯坦耐心他安心信心拉萨，这黑暗不在捆绑里面。阿波丹跟他开阿波拉来信西巴森，阿拉波丹信信西巴森，那看的波西巴，西巴和他波阿信信，使重担不再产生生命的压力。阿波丹开开阿信西巴森，我过过的波阿信，阿开的波阿信西巴森，那看的波那看的西巴森，使你们尽能对神的话语的认识。那看的信西巴森，我可波阿信信西巴森。阿波的信心嘛三，开的宝信心嘛三，摩哥的宝爱信心嘛三，那个奖励时间向天父啊交托仰望，阿波的信心嘛，神你捆绑我们啊、在心中啊、能够拦住我们听到的邪灵魔鬼，阿波的信心嘛快，摩哥的信这个时间成为蒙恩祝福的时间，阿波的信心嘛三，那开的宝愿神向你的儿女说话。谢耶稣，哈利路亚，阿门。罗马书啊，六章十五节，奉主名读经，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先生自己做奴仆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者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至成狱。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到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的肉体软弱，就招人长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先帝也要做，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的约束了。你们先帝所看为羞辱的事，当日有什么脖子呢？那些事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是乃是永生。阿门。我们现在发现啥？感谢主，我们信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了，我们很多姊妹弟兄啊，没有出一种释放的状态。你看当时耶稣啊他在2000之年那个开始他传道前，他传道前他就没有啊遇见耶稣，他没有，只要接触耶稣了，他就没有不得释放。而且当时门徒啊，只要他不拒绝门徒，他就都啊使徒他就都啊都得释放。那我们今天呢信主啊都这些年了，我们为啥活得这么惨呢？你看看当时彼得在无印圣歌的样门徒被圣灵充满，彼得当天他讲道的时候，就当时他讲道的时候就有3000人悔改。当时悔改不是他就是认罪了他就改变了，而是啊你圣灵降下以后，神的大能临到了，人思维改变了，人那里边的捆绑放下了，他没等10年20年，哎，在啥呢？在改变，3年在改变，有的新医生都没改变。为啥彼得当年啊，他讲道瞬间人都改变了？因为他是代表神说话，是你这人遇见当时的人是遇见神了。你看保罗遇见神，当时被大光照倒了，而且是瞎了眼，他就那肉眼就关闭了，他灵眼打开了，他也没等10年20年，他才回，他才改变。这就看到我们现在的信仰出了很多问题。当我们现在你看看。当时那个保罗，那个你看彼得讲的3年悔改，他们直接遇见神了，哎，人就苏醒，人的改变。那今天我们信主多长时间？那为啥我们却没改变呢？你看那个6章里咋说？说你们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能看自己是死的。你看像罪看到我们是死的，那我们咋还活这么好呢？我们总还在罪中呢。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在2000之间都成，我们总还活在罪里，总还受罪的捆绑。所以今天让我们越来越去看到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因为这一年呢，我们啊东创西创，到处去听到。如果我们真正的遇见了这个人，他像活在基督的，他能把神的道能完备的从里面活出来，这样你是当时他就是啊人就改变了。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不是10年20年才改变。那为啥我们却没改变？因为咱们开始咱接受耶稣那天开始，我们就没改变。而且啥呢？
牧者他也没改变。如果他像保罗也好，像彼得也好，所以他改变了，咱们遇见这个人，得遇见他里面灵了，咱人就改变了。因为圣经里说啥？天道属灵道，这就证明咱们和那道不合，没活在道里，没活在道里，你就活不出来神的这个话语来，你就做不到。你看，当彼得讲到三先生悔改后，他就把房子呀、家里所有都拿出来，都拿在一起共同共用的。你说现在咱们谁能拿？谁能办到？因为他们完全得释放，被圣灵充满，就是里边被神的生命掌控了，没有自我的了，把自己所有的想法放下了。因为接受圣灵以后，就带下神全部的能力，带下神啊，在十字架的复活的能力在咱里面，所以说我们就完全在得胜了，完全释放了，人就不再看自我了，他是仰望神，因为肉眼瞎了，因为我们耶稣同钉十字架了，天天可能现在我们很多喊，我们耶稣同钉十字架了。像昨天我和姊妹交通，他说我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付这么大代价，我们这点事儿不算啥事儿啊，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可是当我们拎到问题以后，完了脸也耷了，眼皮也耷了，咋天天犯愁？为啥呀？因为咱里边没有确信呢、没有啊，得不到释放啊，遇见环他就那是看环境了。咱们信这两个咬牙切齿的信，挣扎的信，像爬山一样的信，越信越不上，越信越上不来，越信越上火啊，气的不是胀肚就是爆炸。啥原因？原因你没有活在神的生命里，你没有得到这样的释放，没有得到这样全部的恩膏和能力，没有得到这生命的在你里边，你真正也遇见神了一样，他你人生只能翻转。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信仰，很多时候我们和圣经不一致，那就证明咱没活在话语里，你接触出了问题。其实信耶稣家就没有完全活在神的里边，你根源出了问题。我们这一年如果真的活在圣灵的里边，我们完全是得失望，人生不会活得这么痛。你活在生命的里边，你人生翻转，家能翻转。你会有这么多捆绑吗？天天做释放，天天找这找那，那为啥得不到释放？就是我没有真正的遇见神。你真正遇见神以后，人生一定是翻转。那为啥现在这人逐渐和以前不一样呢？让咱明白了这条蒙恩的道路。说的太对了。所以现在我们呢，既然你看说你们像罪死了，基督在里边活了，那我咋活不来呢？那咋和神的话不一致呢？你只有在活在神的话里才活着，哎，才能活出这个神的见证来。首先你说牧者你先活了，你得先走出来，你得先遇见神。你都没遇见神，怎么去带领别人？你里边都没确信，怎么能带领别人确信？你们都没住进到祝福里，怎么能带领别人进到祝福里？神哪、神在你心里。所以神昨天启示让我很明确的知道啥？为啥人今天会这样？你看，当始祖被魔鬼撒旦欺骗了。被他摇动了，吃了山果子，人就活在魂的里边，人就被魔鬼掌控了，人被魔鬼缠上了就急，就看不见神了，因为啥？神就离开人，这就是问题，人就做王了，魔鬼呢
就掌控你，人却坐在宝座上自成神了。你别以为那个摩西在说那啥那个大罪人，其实咱们就现在当你或自己里面就站着就坐在宝座上，你就是像神一样，啊，什么都知道了，你代替了神，你代替了神他就不消停，啊，这就是偶像。那今天光来了啥？就是要光照黑暗，要结束啥？魔鬼作为，结束偶像的作为。你说你坐在宝座上能消停？那为啥现在这咋越来灾难大了呢？因为神来到这个来了，他来归正我们，那就是圣灵来了，来归正我们，他要做王做主。我们属肉的要受审判的，要下宝座的，这叫恩典审判，也叫爱的审判。如果我们再拒这样下去，我们就下地狱了。神今天把永生给我，这谁来解决？是耶稣基督来解决。很多姊妹弟兄啊，他在讲，天天讲耶稣，在见证耶稣，可是你却不能把耶稣给人，你里边没活出来。所以那时候我在经常听，你看每一个牧者都在讲耶稣，都见证耶稣，可是为啥听得到以后他却得不到这样的释放呢？就是因为你里边没活出来，我却还在讲，为啥是学来的，而是拿着人家你学的技能方法让人明白，其实你都一团糟。为啥人这样做呢？他以为我给神做事了，神就满足我，让我平安了。所以有的听了很多道，看了很多书，就拿着别人讲的说的去给别人再卖给别人。可是现在神要灭掉这个啥老我，要弃掉老我，是咋改？让这老我要完全转神。因为神每天要啥，让他倒，让他不再做王，不再满足你。神虽然神没有办法就兴起环境来要供你老我，包括不信的妻子、不信的丈夫，特别有时候家里还有些受捆绑，啥原因？就是要先透过这个受捆绑攻击你，让你彻底现在让我倒，让你彻底悔改转身。你像那个扫罗王，那不从耶和华来的先进到扫罗王里归大卫吗？那也是一家人，因为咱都套着账。那你看你见见你这一家人，你看因为你就是你家里那个人会受苦的，神就要使用你这个家里人去啊攻击你。因为很多姊妹呀、弟兄就为了解决这问题到处找啊，到处找人释放，到处找人去赶鬼，为了解决家里问题。不是神不解决，因为你不知道这蒙恩的路，解决不了就苦读。但是吧，解决问题为啥会这样？谁都不想，谁都想顺利，谁都想好，谁也不看见家里出现问题。可是你现在你发现，你越做越赶鬼，做某件事情，可是家里的问题没解，越解不开。啥人？因为你和与神为敌，你不明白神的心意，完了开始找这个赶鬼，找那赶鬼。他以为把鬼赶走了，这人就好。其实神今天要改变你，神是全能，他张冠李说他是无所知、不知、无所不在的。他既然是全能，那他是你家里的事，他能不知道吗？因为神要透过这样的人，他来洁净，要因你使别人蒙福，他只能操练你的啥一个工具。可能这人因你在这个状态，他受，你还不知道，你就一个劲儿在赶。即使开始赶呢，各方面挺好，越来越不成。为啥？为啥开始很好呢？有时候被鬼骗了，哎，你开始赶去滚包钱。你越赶，鬼越老损了，你越劳苦担重了，最后把你赶得精疲力尽，而到处找这找那的。因为魔鬼他是受造之物，虽然他与神为敌，但是他是硬，他大过场你。若不造事他，你说是神
问撒旦，要检阅我。所以圣经说没有神就是一根头出来的，我每根头都数着过。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我们越撵鬼，哎，越做释放，人心越硬，做硬都啥呢？叫绝望中的硬，你就像死尸一样，你就啥呢？僵硬，死硬，哎，就是谁说也，我也，哎呀，也不听，为啥呢？那我不解决咋整啊？就亚伯拉罕，你不给我孩子，那我都90多岁了，那不都没有生育能力了，那不哪有路了？因为他看的啥？看的人，看的环境，没有摸到神的心。为啥摸不到神的心？就是因为里边有个硬的思想，硬的思想背后魔鬼，魔鬼力的就是你刚硬的思想，刚硬的自我。因为神要推倒这个隔墙，神要把他俩拆毁了。可是人在天天见道，哎，天天见道，天天拆毁。有个姊妹呀、啊，她就，哎，原来我也祷告，就认识好几年了。后来她说弟兄的祷告不好使，啊，这个好了又不好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她不明白神的心。你看看，包括镇来这些姊妹啥、啊，你看，我祷告了，给做释放了，后来你又出问题了，那咋又出问题呢？神正在光进来，要光照里的黑暗，黑暗呢，黑暗在里边倒，那魔鬼要出来了。那就像今天咱吃药，说今天我吃了，我感觉我窜稀跑肚了，这说明哪个啥，就是器官有，就是他受伤害了，或者啥，在纠正的过程中。它有副作用，为啥副作用？它有正邪相争的过程，但是这也是排毒的过程。你再找大夫的时候，又给你加两个药去纠正一下。如果你今天啥没反应，就说没治病。所以你逐渐的啥，把这些个你，所以说副作用产生，副作用产生没有正邪相交。所以今天你，当你听了道以后，里边出现了问题。你就等候，哎，当他不要走前，他指定要挣扎的。有的为啥在祷告中又叫唤，又打人啥的？哎，现在打嗝了，又吐了，甚至咳血了，这是个挣扎释放的过程。那他以为啥？说你高低过我祷告我就舒服了，永远好了，啥事没有了，你就好使。完了，开始吧，出问题了，他就找啥？找有恩赐的。完了，你再给我祷告祷告，再给我按按手，消。其实很多人都上当，那是干啥？打消炎药去了，哎，吃镇痛片去了。后来有一天发现整不动了，我还得找你。还埋怨你，完到时候还找你。完了，有时候哎呀，弟兄我错了，你说这一天，就算反复折腾。谁遭罪自己这自己遭罪。因为圣经里说明明说使人活的灵肉体是无疑的。因为神他有他的工作方法。你现在神说现在咱们让咱做的啥做的就是啥呢说我现在我做不到那咋整啊那你我也做不到啊现在你看这家里这个问题。我可是你发现你越赶，你越做，家里问题越大，啊，这鬼也有功底，那咋做呀？那是明明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活在神之中，他是没有撒旦魔鬼，他就神保守他。那保罗说啥？说我在你们，我要在基督跟前见到你，那你做的啥？说以前吧，老说听到，我也挺烦。现在我明白了。你要听属灵的道，要在你里边建造基督这个房屋，建造属灵的房屋。当你里，随着你里边在建造，你的人生会翻正，家庭越来越，人生越来越。原来我就听了一个牧者在讲道中啊，他说有个这个瞎子听了三天道，眼睛能看到，而且啥，有的跟着现场跑了半个月，家庭翻转了，人生改变了。哎，原来呢，
背叛的孩子，背叛的妻子都发现了反转。他没做啥，就拼道理了。原来啥？他得释放，基督在里边立起来，撒旦退了。咱这一年没让基督立，其实天天让别找别人祷告，想立自我。你越是立自我，你人生越是问题。为啥神要带领门徒三年半不放他？就是在里边建造基督身，建造在属灵的房屋。三年是半时间不放的时候到了，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不明白福音，不知道神的心意，导致我们呢是越绝望越痛苦，越软弱越刚硬。像那亚伯拉罕人，那你不给我，那你看你都应许了，但人看出啥呢？哎呀，我这岁数越来越大了，这没有生育能力了，你再不给我不想点办法，那么那人生不没有希望吗？哪有后代了？但他想了办法，结果受苦难了，因为神所应许的他必要成就。你看神爱神，他把独生子给了我们，因为他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是约翰福音3:16。神今天应许了他说的话，说你们与基督同死了，与基督同复活了。他神说的话，他说的就在你们生命中就成了。耶稣在2000年在十字架上成了，在十字架他复活了。那今天咱们那信了这些咋还没活呢？那保罗为啥讲到他们那些人都会来，而保罗按在他们手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就说起方言来。而且那个彼得讲到三年悔改，这明就告诉我们没活在生命的里。哎，我们今天啊，就这个给这个讲到，给那讲到。原来我很不服气，啊，我说你那个，我也听道顺说你们先，放一放，扶一，扶下来。那我们说那不传道，那别人那怎么得救？那教会软弱倒了咋整？后来牧师说倒就倒，因为你那个旧的，而且不通这了。迟早是往那倒，你天天干，哎呀，这个姊妹软弱咋整？快扶他去吧，要不然他不信了。为啥？因为神就要不满足肉体，再致死肉体，让他牢记死，让他经历复活的过程。你看，今天透过高弟兄祷告以后，有些姊妹他软弱了，还是来了疾病，来了问题了，折腾上了，那啥，正是牢记死的过程，撒旦魔鬼出来了。完了，七叔，你找这个，你再找那个，把他救了，给谁救了？把魔鬼救了。完了，开始啥呢？又开始进入啥？进入恩赐里，再不就这进入律法，又开始，哎呀，快认罪吧！又犯啥罪了？开始就又倒腾罪，整个大单子成天认，再不就啥，成天拿个书就天天破这破那，结果越整事儿越多，因为神没在2000年在世界上成了。可是咱们今天你看我也看到很多姊妹啊，这是这些年走从创西的地方没少走，你看甚至有的走以色列去了。昨天我听那姊妹他上以色列2次，那完了也没成。你看上海那姊妹上以色列几次来的，他也没成。你没有真正的遇到属灵的牧者，你们仍然活在肉体中，你仍然你去干啥去了？为了得医治寻求恩赐去了。很多姊妹弟兄上了，你在那干啥？寻求恩高去了，得能力去了。你的啥思维不对？因为只有在生命的里边才能得最高祝福。你活在生命里边，你的人呢才能改变。所以不要如雨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死语，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皿，倒像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人说那我人咋人就看这人就做，我怎么想与耶稣同死，天天喊喊的不成，咬牙的喊，
人神说了，他就是说了，因为耶稣他已经在十架城了，你得释放了，但人里边往往还有老姐活，不说你转我就转你，让你天天顺服里边的律，顺服神，祷告神，仰望神。当这个意念来了以后，你要斥责他，让他离开，因为耶稣在十架城了。耶稣十架复活大能在你里边，你只要顺服这个复活大能，你就得胜。可是有些姊妹说，我也顺服啊，我也祷告啊，那倒不成啊，我也想顺服神呢、啊、那我里边一塌糊涂啊，我咋啥也不知道啊。你没有，你接受启示说你没得释放，圣灵没有进到你里边，充满在里面，你没有得到十字架律，没有得到复活的大能。是的，因为保罗说，我不知别人指着耶稣的定十字架，福音是神的大能。你真正存着福音，基督的福音，活的福音进到你里边，它是一定是大能。你在虽然你软弱，它里边燃；在软弱你仰望神，它一定是得胜的，它一定是平安的。你明明里边是空的，你还不知道，你被骗了。你遇见的就是那个祭司，那就是那个利未人。你没遇见那个撒玛利亚人，所以说今天呢，这是咱们现在信仰的可悲。那今天神透过讲道是啥意思呢？就是在把你把人里边揭开，你活在哪里，你是谁，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活在哪里。你看耶稣讲道，他就讲医治，讲释放，讲生命，因为耶稣他是来干啥来了，他来做王来了。保罗今天讲的啥，他从律法上出来，他看到自己他人生的经历，你看当他灵里被开启了，光进来了，首先你做一个仆人，你现在得先看到自己，你病在哪里，你问题出在哪里，你为啥今天这一年你经历这么些苦难，你咋出来的，你看到自己你才能去看别人。光进来了，首先原来我经这一段苦难我不知道为啥，当光进来我以后，我在我里边得释放，从此让我看到我自己为啥人生经历这么多，是怎么来去解决。光进来了，黑暗就退了，黑暗就结案了。光进来并不是说今天你进来以后我就啥事没有了，我就没有救恩，一光进来里边的黑暗全是魔鬼在里边显露出来，所以说就有啥呢，就有些个疾病才出现。那疾病出现以后怎么办，这时候就有痛苦，可能有的打针了，有的吃药了，有的俺去啥找别的释放，结果找了半天之后啊，他还得归回来，因为谁要把生命给你，那是神做事，你无论你跑多少钱，以色列在快去跑多少，最好归在原点，归在基督里。所以现在啊，首先你作为牧者，作为啥传道人，你首先你得看到自己，你再过，但你看到自己，你为啥人生经历这些，不，你才能去哪，把人带到这生命的。所以说，我们当我们经历这个疾病患难的时候，有的呢，他能够彻底，他知道这是神的手，他一停就过去了，但是他就完全逃了得失嘛，里面也空了，思维也更新了，人也在改变了。如果你呢，你走错道路，可能一错十年二十年，我又跑律法里呢，天天是罪，天天悔改。为啥每个教会的光景不一样？因为每个教会他带人，他的信仰，他的生活方式，包括他的里边的啥呢，他接受不一样，所以他每个教会的光景他就不一样。如果你没有辨别能力，人为啥到处找，就为了找舒服找恩赐呢？今天神不是不让他舒服，也不是不让他顺利，在进到顺利的过程，他有个生命转化的过程，有个裂变的过程，也有个质变的过程，裂变和质变的过程，他就有个突破，有突破他就有痛苦，有个产前的啊阵痛。你看妇女生孩子啊，他都有个产前阵痛，一个新生命在里边诞生，它就有产前阵痛，你就不想产前阵痛，你就像现在是生孩子怕痛，哎，
怕有问题咋的？我手术，我走捷径。但你捷径是走了，可是 你无论手术再好，你也伤气。本来生孩子自然产的。昨天我跟姊妹交通了，我说你看哪一个庄稼，那苞米、玉米、高粱也好，它咬牙长。他我就想像高粱这长，我就长像高粱。你看苞米咋长，它都是个中间结瓣，它上面不结穗儿，因为它就北京，它生命它就是苞米。你今天在旧道里活着，你没有神的生命的转化，你咋整？你咋信？你都是旧道里活着，就是那旧生命，旧生命就不能得胜，你就天天悔改，天天认罪，打死你就这个状态。原来你就活在生命里。你这个生命，你就这个状态，你咋也活不来。所以说，那谷子像高粱，像高粱似的，它质不一样，它种子不一样，你咋长也不像。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它自然像基督。你看保罗说：“我活着在基督。”他在被大马他没光照之前，他没遇见真神，没遇见神之前，他就是律法师。他咋整他都活在己里边，他都按照那标准去啥呢，去约束人，约束自己，他不再约束别人，也约束自己。当他被光照以后，他里面的黑暗显露了，他黑暗照倒了，他不再看自己了，你们呢，他看上帝，他被啊圣徒被暗手充满以后，他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看看，他说保罗说我四面受敌，不容易宝贝在我里面，他说他活着就是基督，他咋做都是啥，都是活在生命里，因为生命翻转了。所以说今天咱们信耶稣，它不是改良，而是一个生命的翻转，你得有生命种子才能活出神的生命来。阿门。所以呀，十五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你看咱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你看这些，我们虽然信的耶稣在恩典之下了，完了你还在律法之下。那为啥这些年我们却始终在律法之下？你在恩典之下，你活在恩典之下，你是靠基督活。耶稣在十字架他说成了，他做了挽回祭，就是我们人生的问题在从老亚当生命带来这种黑暗圈已经结束了，那为啥还没结束啊？那这就是生命出了问题，其实就出了问题。你很多时候都在活在律法的里，你活在律法里就是压制。牛的开始重生了，重生为啥呢？没有一个正确引导，没有正确的启示，然后了开始啥？你信的明明得释放，在基督里得释放了，你有很多也遇见明目了，哎，你也看见明白福音了，也得释放了。结果呢，你被那个假教师啥的骗了，完了开始跟人用手律法，把基督的开端的信仰的开端放下了，开始进到啥？进到律法里，开始就一手守了十年二十年，有天现在都守没有路了，啥没路。你到时见到你再守，你人是有限的。你守不住了，没有能力了，人你气了，肚子也爆炸了似的，而且人生出了很，因为你老生气，你老忍耐，他就问你，因为你在基督里，这个生命里得，他别人咋气你，你咋有问题，你都不生气了，这样是得释放。说这样这怎么样？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上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所以啥？我们不是说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就不犯罪了。我们就像神一样，但人不完全，但我们还有个啥呢？这己保罗说为啥说我要竭力追求呢？要天天冒死呢，天天呢要把自己呢钉在十字架上呢，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变，因为外界的环境没变了，魔鬼撒旦总是来诱惑你，这叫试探。你看耶稣从旷野中回来了，魔鬼也试探耶稣，让人呢上当。啥叫试探？是有好事引导你，哎，有腐败的事引导你，
让你选在这个问题里，嘎，最后他压着。既然我们里边有神在我们里边，神在啥约束你？为啥说知道真理圣灵来了为罪为审判自责呢？你看当门徒啊，耶稣下门徒吹口气，他们受了圣灵，在里边就起了约束了。当你遇见问题以后，他里边已经啥有自责的，啊，就是自己感觉啊，就对这个罪他有个啥厌恶。但是我们里有肉体律，他的啥是人在一生中神外面没有在啊，你自己有啥？但是人呢，他里边都有挣扎。现在你顺服谁呢？就谁能活？现在是因为基督已经活了在咱里边，那他就感动咱们让顺服他。可是我们里边有挣扎，保罗有挣扎。那罗马书七章那咋说？我感觉我里边有个律，立志行善由得我，行恶的就由不得我。我实在苦啊，在罗马书八章说，如因圣灵的律释放我。保罗是遇见神得释放，就是咱天然有个律，肉体律，他受外边环境的搅扰，在我们里边有复活的神，在我们里边，他来提醒，他来鞭策，他使我们不被对，没有错，我们里边有挣扎。所以很多姊妹以为啥？你说耶稣在十字架成了，与我没关系了，与我罪没关系了，我就可以随便的烧纸啊、乱码七糟啥都做。他不，这是有的啥？有的很多说，这是你在表面喊，实际里边有的根本都没活在圣灵里。你真的活在圣灵里，你当你去做的时候，肯定有自责，有不平安，因为神他，你信神的殿呢。很多为啥说？哎呀，我一看啥？无谓的事，或一做啥恶事，我里边平安了，因为神在你里面。你走错路了，不平安了。有很多姊妹呀，一祷告，哎呀，我不平安了。你不平安了，不是这个人，有啥问题？是你里边有啥问题进来？因为你心神的殿，因为神他像磐石在你里边。那耶稣咋？他遇见啥人，他都平安的。耶稣，你看遇上顺利啊，遇上那个那原来夫人，那耶稣没说，我遇见他我就不平安了。那人那是平安的，原来人他那个灵根本对他不会产生伤害，对他也不会产生刺激，因为耶稣不圣诞，他是得胜的。那证明说今天咱们里边他有破口，没有完全活在神的生命。你看耶稣，你看看麻烦你才敢不敢？那咱们俺们下都直跑，这是麻烦呢。看谁有个穿你怎么都下直跑？因为他里边确认神以后，完全被生出不怕这些东西，他也完全得释放了。这些世界无论细菌病毒与他没关系。很多姊妹一给别人祷告，或者一边儿，一做点啥，赶紧不平安了，就是神的里边进东西。或者你为啥有什么？你自己这思维出来了，你淡定神了，你不平安。你的热心出来了，因为你信神的殿，因为你在基督里毫无瑕疵，就没有我的。咱们老想放神的名，我一进来以后，人你不平安了。完了再个咋？哎呀，姊妹呀，师傅你有啥问题呀？我祷告咋不平安呢？感应那耶稣呢？没说说，哎，这个医院他假说你这个，你是耶稣夫人呐，你指定是你这问题，我不平安了。那耶稣他不平安呢？所以啥？自己有问题老总结别人，这是极大的，谬误感应。岂不晓得你们现在自己做的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你看咱们今天吧，既然你有基督在里边，神你一定有自责的，而且啥呢？你顺从人，你做顺服神，
林成义的那个不守城管着，你要顺摸罪呢，顺摸违呢，你就成罪的了。所以我们里边有俩律，一是肉体律，一是神的律。但今天神说为啥让我们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就是这肉体律他天天得放在十字架，他要死，你他要不死那就肉体就活了。所以啥神要天天治死，咋治死的？不是咬牙切齿靠自己治死，是神的灵在里边天天，你遇见问题为啥你会不平安了，就让你着急死。因为你老捞挤出来，你在肉体上有很多热心的人，哎呀，我看他那啥这个，这个文处，我就想给他祷告祷告。因为你里边生命那么破，你还活在挤的里边，或者你里边突然有神了，你呢，要神要把这破口堵上，你却不堵破口，你还认为自己对，我还老想给别人祷告，你感觉今天给别人祷告你老不平安，指定有问题，你先把车修好了，你再给别人去做祷告。完了自己还老是热心，哎呀姊妹呀你错了，你有啥问题我咋这样让你感谢主，自己不足自己有问题，老总结别人的过失。其实高低用说是没有责备你，因为我也是这样过来，我讲的道只能对你好，也不是刺激你。所以耶稣当时把法利赛揭开以后，法利赛人要杀他，因为啥？这就是啥？这就是，就是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感觉对他啥是一种侮辱。庄正华这叫人说啥？不知好赖。你真的明白以后，他会感恩的。你庄正华说你不明白好赖的人呢？明明吧对他是个帮助，结果呢他生出苦毒来。啊，这人非常可悲的感觉。原来那时候啊，当我里边揭开，其实我也在挣扎，有时候在痛苦。你怎么说我错了？我给别人讲的我还能一边赶鬼，妈我还说方言了啊，我净做好事儿，你咋说我错了？那不传那别人能得救吗？那软弱不服能行吗？你服得是时候，你看耶稣他做事，他不认你祷告，他就去那啥了，他就马上就应许，他必须等候那时间表。有很多姊妹找到高定用说，哎呀，我找你的话，你给我祷告，你不祷告不愿意了，我等候那时间表，谁让我呢？你看那个昨天那胡丁让我祷告，我说你七天以后，谁让七天以后就七天以后。这个时间大祷告，这倒塌的过程。往往因为你不明白神，你就帮神的忙，为啥让你家里或你个人出现问题？你老代替神，天天啊被打的脸的肿的都汤骡子似的，完还那啥呢？遍体鳞伤的，完了还往前冲，因为神说。我是盾牌，我是拯救，他是盾牌。你不把基督举起来，你老往前面跑，前面跑，那是灵界的，灵界是魔鬼在做的。你拿着肉体抵挡魔鬼，能做得到吗？你不耐打，你不受伤害。你们的这是16节说你们基督罪的得释放，就做义的奴仆。因你们的肉体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献祭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被不义约束结束了，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人，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就是感谢主。如果你害啥你顽梗不化，你还想顺着你的道，你只能最后接啥我死的绝望痛苦，人生回到尽头。有时候我和姊妹交通路，我说你要不从神来的路，不是从神来的，不出神一定要到尽头的。有的说姊妹啊跟我一交通急眼了，
那我不这么做怎么做？我说那你就做吧。那神说法律的人说任他心地刚硬胡生一致。但高弟兄呢可能因为有时候啥呢也是出一种热心也是神的感动我说了为啥呢就让你好。你因为你无论你今天你听了多道可能啥听了很多道明白很多东西。明白不等于你就会走道了明白不会等于你就什么都你就就得释放了。所以神今天把我先带领出来了让我们明白这个福音的路神把怎么把我带到祝福的里面你今天你里边有圣灵在你里边肯定啥当你这个出现不平安肯定里边进东西了或者你里边有破口你先别改变别人先改变自己先看你哪出问题二十三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里乃是永生你罪的工价就是啥就是绝望问我们既然我们现在能最终得释放那神为啥我们活得这么痛那就是你没在生命里面你没在生命的里面你看你既然在基督生命里活着他就有啥你有这个行为出来了你这个生命啊生命搁哪来从基督来那基督得从人去传讲你既然从这个人你得到这个传讲得到了基督生命那为啥你还活在这肉体中为啥还活痛苦为啥还活在这种啥呢这个自我里边呢为啥你还不得失望为啥你还那么痛苦呢那耶稣都在十字架成了那你咋和神的话不一致呢那不就说明你没活在神的话语那今天首先神把这话语给你最主要今天是出现啥问题就是你很多都为了解决家里这个矛盾家里的环境丈夫离婚了家里的孩子不听话悖逆其实来到平台都想听明白咋解决我家里的问题我跟姊妹交通我说当你里边被你得释放了基督进来基督充满了你基督力量你家里的环境解开了光来了黑暗退了就这一句话是最简单了你不让神做王你老想做王你哎谁说话你也听进去就耶稣来了你比耶稣都大你看看当约伯遇见神以后你看他约伯是充满有智慧心非常大的哎给那么多黄金他都不倒塌神就一灾接一灾目的啥要拆毁他里的旧道让他彻底倒那旧道彻底倒为啥有的人说那神他给我这么大的环境呢那证明你的心非常宽广非常大哎你那个逻辑非常刚硬那有的人说那个怎么也他那点因为他那个心的柔软就是他的心嘛脆弱容易倒让你经历多改变多哎神使用不同的器皿我们往往问神都在祷告主啊他的量他感应你别比神给每人的托付不一样既然你神是主宰他是掌管宇宙他应许的话他必要成就你神应许了亚伯拉罕给以撒那神他的话语他必要成就你那为啥神就迟迟不给呢非得等到暮年呢就等到因为如果提前给他了亚伯拉罕认为他是他从他能力得当暮年他媳妇已经啥就是精血都断绝了神给他了就是这给的啥与他人的能力一点关系没有是神应许神说的那今天神透过圣经说的与你努力没关系你做不做没关系但今天不是说我信心做就不做了但做一定在神灵带领下你做你能蒙神悦纳
你看你做了这一年，完了就留下的都是伤害，苦毒。啊，但愿神呐、啊、又开启我。你说现在啊，很多姊妹去找我都是啥？哎呀，我这信了主啊，一身病，我丈夫啊跟我老打架，要跟我离婚。哎，再一个啥呢？赵小三儿的，我这孩子背叛了，背逆了，天天啥呢？跟我作对，都是这些事儿。那些年也不知道孩子可听话了，现在都不听话了，因为你不醒悟。神就透这些人在对付你，你不因为你不醒悟。当你里边确实基督进来了，你得释放，神在里边建的好了。撒旦，你看看，当大卫操练成以后，扫罗王，你看看，他出问题了，他还在死在刀剑之下，他还死在他的枪剑之下，他只是个工具。因为神透过这扫罗王呀，与大卫就是啥，要训练大卫，熬练大卫，坚定大卫。你越在那里挣扎，你家里的事儿问题他越解不开。所以啊，我们在基督里啊，我们共同蒙福。神今天把这信息让我明白，就让我们去行。我们静下来啥呢？先听到。当你里边你看看有很多怎么，他没做啥，听了几天或十天二十天，发现家里丈夫妻都在翻转，都在改变了。可是你越赶鬼，家里他为啥不改？你越成为敌呀，你再见着肉体，因为神透过道的光中，你还要是你接不住，你还让你肉体倒，接住你肉体，撒旦魔鬼在里边啊，就显露出来，又揭开，把它揭开以后，他在里边不存留，能接住他，你却天天见道，啊，天天赶鬼呀，天天，不但自己鬼呀赶鬼，给别人赶鬼，自己孩子不信，就天天揪着孩子信。就是孩子干鬼，越干越糟，不是神不让咱干，该干鬼的时候干，不该干鬼他生的长不长，神在你把塑造你，神透过这个问题来寻找你，来击打你，让你转向神。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就到处找这找那，你看我发现多少了，家里越干越糟，最后干一身病，完了给别人干鬼，把鬼都干家来了。感谢主啊，今天和姊妹讲到这啊，亲爱的耶稣，我感谢大美，感谢主啊，这一年你心里环境呢，让我们醒悟明白我们的人活在哪里，我们并不认识自己，透着环境把我们逼得绝望绝路，让我们有个正确的醒悟。神承认透过环境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翻转，同时你在接触门里边的人生被魔鬼欺骗的事实，同时将圣经的奥秘向我们敞开。我们这一年呢，我们却被蒙骗了，被魔鬼撒旦奴役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触摸到神。我们这一年间，我们同时也听了很多道，却没有办法从自我里走出来，因为我们在听道这个中，我们却没有分辨，也被这个道的背后那个掺杂迷惑了心，是我们完全陷在自我里，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在这里去挣扎，是我们解决人生答案时，我们就找了很多老师，导致我们人生越来越出现问题。啊，谢主，今天让我们每个孩子能够在你面前正确的醒悟，也谢谢这真道赐给我们。亲爱的耶稣，感谢大名。每天都不好干的，哎，西马斯，那干，啊，波德西马，神说凡人今天来自平台，啊，波德西马斯，那干的波爱西马古，神说我不是透菩萨在责备你，啊，波德西是神爱你们，啊，波德西马斯，那是神修正你们，啊，波德西马斯，猫古大方，神说你这一年你像浪子流离失所，啊，波德西马干的波像巴蒂买瞎子一样，啊，不到处去讨饭。阿波德肯塔安西西巴森没有真正遇见神，阿波德西巴使神说使人活着灵肉体是无益的，阿波德西巴森那个许多人活在绝望的里，迈开的人生到了尽头，
阿波罗星星系爆开的爱心，猛火的爱心，那个真的你们遇见光了，阿波罗黑暗退了。阿波罗星星系马三，那个的把人不再被黑暗捆住。阿波罗趁着爱心星系马三，那么神说你们要扶下来。阿波罗星星系马三，那么倒空自己。阿波罗星星系马开，阿克的火，神说我不是让你们靠自己怎么倒空。阿波罗星当圣灵进来以后，他在里面做成他的工作。阿波坦啊，给他欧卡阿西西西巴斯，当师徒犯罪后，阿波德西人凭着自己是改变不了自己的。阿波德，唯有基督，阿波德西希望来到你们生命中。阿波德，他逐渐在里边，阿马库麦克奥斯奥斯奥斯在释放你。美德艾克马库的马肯，愿青岛的事业时光，阿波，我们经受这样的话语的带领和启示。阿波德西是我们生命大的翻转，马肯麦克人生的翻转。阿波德西信心马森那给的，阿波德西信心马森不久将来，阿波开的爱心马库的看你们生命中的转会，家人归回，阿波德西马库的把背叛的孩子归回，阿波德开的爱心信心马克马克，我要成为你生命中的后盾，阿波德西天使动员，阿波德开的欧瓜特爱心信马森，因耶稣基督复活，马克带下了生命祝福。阿波德信马克，你们要到像死里复活的人一样。阿波德百姓不要被罪的奴役。阿波德信心西马三诺够的马，因为你们耶稣同钉十架了。阿波德信心西马三那嘎的马阿嘎的啊信心西马三，阿德信马格的信心马克马克，神说你们将与我一同作王。阿波德要征服世界，万里万有。阿波德信心西马克呢？谢耶稣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阿爸愿恩惠平安，阿爸敢祝福。与我们众圣徒同在，直到永远，阿门。谢谢神，好了，好了。阿门，感谢神，巴父，把你的恩典借着你仆人口，巴父又领着我们，巴父天。